国呀是一个巨大的爱丁堡。嗯，这学姐在小红书上又看到，就又气坏了。嗯，叫这些老骚逼们、老贱逼们，嗯，对这个屌子们过度的怜爱啊。那确切从小到大看的不止一次，听到不止一次这些老骚逼、老贱逼们，对自己女婿比对自己女儿那是怜爱要多好几倍啊。如果是女婿是单亲家庭，嗯，那对他这个对女婿那就心疼的要死，反过来还教训自己的亲生女儿。啊，说你看你老公啊，没有一个完整的家，我们要给他一个完整的家。但是性别一换啊，如果说你他妈逼妈死早啊，父母不全，或者说你他妈逼啊，你这个父母是什么离异，你看看你到了这个男方家里，男方家里怎么把你往死里踩的。还有些啊，甚至跑到人家去当保姆老阿姨的这些老骚逼老贱逼们，把自己当婆婆了，把女主人当成自己儿媳了啊，心疼男主人。这缺姐从小到大是在后妈家里啊，是有这种保姆的。那保姆是怎么样的站在那个老骚逼后妈那里啊，来欺负缺姐的，缺姐就不想说了。这个中国就是个巨大的爱丁堡。爱他妈中国男人那个小鸡巴，而且呢，基本上女孩的父母，就中国女性的父母，心里都有一个假想婿。然后自己，尤其是独生女的那些父母，如果说听缺姐广播的你是独生女，你想想你父母是不是脑子里有一个，这个假儿子，嗯，他们把自己求子无望，因为计划生育嘛。就把对儿子渴望投寄在女婿身上，你看看这些啊，独生女的父母对女婿那个下贱、那个卑贱，你再看看这个男的这个女婿的这个公婆啊，这父母是怎么对待他们的女儿的，他们不管。这是真他妈恶心啊！这些老骚逼、老贱逼们，缺姐在中国看的太多了。不要说缺姐厌女啊，这些老骚逼老贱逼就配让缺姐讨厌。这些老骚逼老贱逼们是把女婿当儿子，把儿媳妇当奴隶，把女儿当儿媳，把儿子当成爹。你是为什么缺姐看着中国的老骚逼老贱逼，缺姐基本上没办法跟他们做朋友，真没办法做朋友，他还要作践你呢。缺姐呢也不能跟中国男人做朋友，缺姐终于发现了，就是这么多年来啊，这缺姐很少能找到啊，这个女人啊，这中国女人做什么朋友，大姐尽管说缺姐对大姐一直是有一种向往和眷恋，但是呢，你是很难把这些爱屌的、甜屌的、贵屌的、可屌的这些老骚逼、老贱逼们当成自己的朋友。啊，你跟他们亲近，就是等于给他们一个财迎的机会。就前段日子，缺姐遇到那个朝鲜族的吉林的那个老骚逼啊，他自己搞不定他老公啊，他妈你看不起你老公，你还搞不定你老公啊？我看不起老公，我至少我搞得定我老公，我老公对我是言听计从。你他妈你这老骚逼，你这个老公还要啊嫖娼，还要搞破鞋，因为你得了乳腺癌，对吧？缺姐老公，我他妈我赶着他，驱赶着他，打着他，吆喝着让他去搞破鞋，你看他搞不搞？你看我老公有没有对任何一个女人有过什么这个歪念头？没有，这就是缺姐的本事。你他妈这老骚逼，你没本事管你老公。那缺姐还就是有这样的本事，这就是缺姐的能力呀！有本事把你老公管住啊！那缺姐不用管他，我就是挑一个挑一个他不会乱搞的男人这哪还用得着我管他呀？会挑我结婚前我把自己经营好了，我会挑我才有资本去挑我才有资本去挑一个裤带不松的男人呢。他妈你有资本挑吗？你这个老骚逼，你以前在这个海岛上干嘛的？大概率是借着开什么酒吧去卖逼的。
一个暗娼啊，他也只能去找这种啊龟公，一看就是那个温州农村来的那种龟公啊做老公。别以为缺姐不知道他干嘛的，就看他那个骚逼样，就那骚的要死。你说一个正经女人，谁会说把你自己年轻时被男人性骚扰当成一个什么自己魅力的资本来说的？他妈我都觉得耻辱，觉得恶心，觉得想吐，提我都不要提，我生怕你把我往这方面去想，什么男人纠缠我、自追我、骚扰我，年轻的时候他妈我提都不要提，我生怕跟这个沾上边啊，因为这种东西、这种事情对我来说是非常恶心的啊，非常耻辱的，非常羞耻的。啊，这除非说你有个年轻帅哥是吧？啊，质量好点的，现在年轻小帅哥啊，匈牙利的。啊，这个血统的，但是他是在从德国长大的，这样他妈，你说你这纠缠我，我觉得聊一聊，还这是老娘资本是吧？老娘这已经年已半百的大妈，还能被这么小帅哥啊，这个不叫骚扰吧，叫纠缠吧？他喜欢，他打心眼里他就喜欢你，啊，他天天的关注着你啊，他看你，他在天天的关注你的这个。啊，价值观，你的评判标准，他很奇怪，为什么你看不上他啊？因为你的标准很高啊，为什么你就是不要他啊？就是不搭理他，就是对他很高冷啊，就出乎他对这个东亚女人的这个印象。东亚女人确切可以相信啊，他在德国以前不止遇到一个，撩过一个两个中国的女留学生。中国的女留学生，我不是缺姐看不起。缺姐亲眼在柏林 Brandenburg BER 这个机场看到一个中国女留学生是怎么样对她的男同学那个犯贱，那缺姐看得真真的。那缺姐没在德国留过学，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啊这么一个女人，我也没有什么这个留学生的身份啊，我也没有跑到人家国家去留学，我就在中国正儿八经的跟自己老公认识了。那我也没什么犯贱的是吧，我他妈我们正经谈恋爱是吧，这他妈你说你至于说在人家国家留学，你说你一个留学生，你至于见成这个逼样吗？确切还聊过一个北京来的这么一个女博士，在柏林自由大学读那个城市规划，你说你都读到博士，你说你还见成那个逼样干嘛？你还打扮成什么日系？你说日系的那打扮给这种这有黄热病的男的这种就特别自卑的，这肯定有缺陷的，他有多动症，那个男的他是很自卑的一个男的，自卑还自负，就富三代啊，就喜欢玩女人，就有黄热病。在中国的时候他那个男朋友，就所谓的男朋友炮友，就在中国的时候玩了不止一个中国女孩子了。哎，跑到这个回到柏林继续啊，看看他了，在 Facebook看到他打扮成日系，这种就是弱逼的打扮。为什么缺姐不希望说女孩子打扮什么萝莉日系？我就想让这个像我黄热病的，还有这些什么这种有屌癌思想的这些屌子们操你吗？就是你要打扮中性的话，反倒你传递的信号就是什么，老娘不好惹啊，老娘也不是性载体，老娘不是一个色情符号，老娘就是一个不男不女的。就是你他妈你少把我当成色情的这种性的载体，这他妈你才能让人尊重吗？那其实说句实话，缺姐现在仍然是打扮成一个中性的运动装，她仍然会，她不是说开始她肯定会觉得你是个东亚会对她有殷勤，没有，其实就还挺不屑是吧？他妈你搞音乐长得帅又怎么着，年轻又怎么着啊？这对缺姐来说就秩序这个领地意识，缺姐就像狗一样的这种动物性很强就领地意识，我的护地盘这新班级这新学生新学员一进来，那缺姐就把老学员的地盘都护好了这个男的这个小帅哥他就看了打进去了。为什么说不像他印象中的中国的那些贱逼们对他什么所谓的撩一下受宠若惊，缺姐不仅不受宠若惊，对他是不屑一顾，就是不屑他就很震惊，他就开始打量缺姐了。是缺姐是看每个人他都要看，他都要分析你缺姐是心里想什么他都要分析，你说烦不烦？他就坐你斜对面，他天天的分析你，他天天的看你，你每个眼神每个心里的动作
他都要分析你一番。那秋姐知道他在分析秋姐，啊，他就知道秋姐知道，他说你这么关注我干什么呀？不就是他慢慢的喜欢秋姐，秋姐知道，他对秋姐不是这种生不全是生理上的啊，这种身体上的生理上的喜欢，他还有这种心理上的喜欢，他欣赏你，他尊重你，这种能够秋姐才能够慢慢把他引到啊，就是正确的同学关系，就是健康的、正当的，不要搞破鞋的，不要弄那什么的，弄那些乱七八糟的。你只有说句实话，你就说想搞两性关系，想搞一个健康的、正常的，啊，平等的两性关系，你得是这个女人是有女权思想，你才能搞得到。就像这些老骚逼、老贱逼们，你看你舔了一辈子的脸啊，缩了一辈子的鸡巴。他妈你说出啥来了，说的自己像个贱逼一样，这没用。说句实话，男的看不起女人啊，把自己太当回事儿，因为你暴露你的需求感，就是在任何关系都适用。只要你暴露你对什么过度的需求感，就说明你自己价值很低。为什么你贵屌你甜屌你渴屌？因为你贱，你没价值，你自己就没价值。你想依靠男人，想靠着缩鸡巴啊，来获得男人在这个男权社会里拥有的天然的优越地位、优越权利啊，但是男人仍然看不起你，就这么简单。你看缺姐呢，顶多也就是对，白人大妈，一个是意大利老太，一个是芬兰老太，都比缺姐大了十几二十岁。这样子我对你表示恭敬一下，是吧？作为这种前后辈的关系，哎，就我他们不是特别甜屌啊，就跟中国的那些老贱逼、老骚逼们那种甜屌那个下贱哦、啊，对中国女人、对年轻女人的那种规训又不一样。他们还有个就是基本上还多多少少还有点啊这个女权意识，嗯、啊，有点就是说你看你给面子，人家也给你面，是吧？互相给面。就中国的老骚逼，就是你要是对他表现恭敬，他就可以顺便踩你一下。就说那个老骚逼，那个姓金的老骚逼，大不了中国人圈子不混了，是吧？啊，中国人圈子真不用混啊！确姐只要把这个戏学好了，他妈还混什么中文圈子，真不用混啊！就在健身房看见中国女的啊。那确切跟一个女的这一起已经打过一次招呼，就问她，哎，我说你好，你是中国人吧？她说是啊。那就打次招呼，她再也不再搭理你了。她骂我说理你干嘛呢，是吧？还有其他的中国女的看见你，她也不打招呼，就好像躲着你一样。哎呦我操，这他妈你是有什么？你是有钱，你还是有色，你还是长得好看，你还是有学历，长成那逼样了，为什么外国人瞧不起中国女呢？啊，就觉得中国女长得丑，他们丑成那逼样了，你有什么可这个不搭理人的？说大大方方打个招呼，聊个天，不是不一定聊天，就打个招呼，你好，再见，就这么简单。哎，这还要跟你这是那是搞得他妈像做贼的一样，还避着你，还避犹不及，这是干嘛呢？所以说缺姐就看不太透了，以后就是不要跟搭理中国人了，就只要你不是说是很必要的去买东西，去他店里买东西，啊，就缺姐你看中国菜店也不去了，餐馆也不怎么去。其实缺姐还是想去中国，就是缺姐那贵州老乡那餐馆，有时候想去，但是又想着她那老公呢，啊，可能呢就觉得，哎呀，现在材料贵了，他吃那么多，他妈你这要么就别开自助餐是吧？要开自助餐你就得让人吃饱，对吧？这种就算了，就不用太强求，交朋友真不用太强求，嗯。所以说，缺姐就现在想明白了，怎么交什么朋友啊？无所谓，来来去去，爱来来，爱滚滚滚，就不用对朋友太当回事儿，跟离了谁地球都转，是吧？缺姐现在想开了，跟这些中国的这些老骚逼、老贱逼真没办法交朋友。你也好像你对他们很恭敬，他不把你当人看。你看这老骚逼给脸不要脸啊，就那姓金的那老骚逼，你看你给他脸，你把他捧起来，他要脸吗？他不要脸，所以缺姐整他。
他还有一个大的一个 bug， 确实还没整他呢。他说我要去捅你，捅你刀子太容易，他妈你暴露太多。就是如果说呢，你如果真是个老江湖，你对任何人你都得小心点，你不要把你的任何信息随便瞎鸡巴暴露出来。他就想显摆，他一显摆他就全是软肋，全是 bug， 全是啊这个痛点。怎么我要捅你刀太不容易，我一个搞新闻出身的，这种老三逼他就没见识过啊，就是有能力有素质的会搞人的人，他看着缺角好像很老实，好像很好惹似的，他妈你惹好他你就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傻逼。你看看这人呢，就是人呢，就是缺姐也在吸取自己的经验教训，自己的教训什么呢？暴露自己的就是对交友啊、求朋友啊这种有缘脑的这种需求感啊。你说我们作为正常人都有自己的需求和欲望是吧？啊，就是如果说呢有人在大街上啊，就是你突然被那大街上的营销员给拦住了。特别热情特别急切，你说你会不会因为对方的企图强烈而加强防备呢？就是你会啊，最好的销售就是什么呢？你要寻找到那种真正有需求的客户啊，就是客户他有需求他自然会买，他没需求你说什么他都不会买啊，你说的越多他越不想买。你看、如果说把一块鸡肉放在猫的食盆里它会吃，如果你直接放到它嘴边它会先躲一下啊，拒绝这种主动，看看情况再做决定。就跟那个就一到雀雀班上来的这个啊，这个小帅哥，金发蓝牙小帅哥，这一下对雀雀太主动啊、太热情，那雀雀想啊，你是新人，你想融入我们这班集体，你想靠着啊这种什么两性的这种性的吸引啊，从我这里来上位是吧？我是这个班级的老人啊，你是这个班的新人，你想上位，想利用我，那他妈我当然要躲呀，对吧？凭什么我一下子我就要把我这个在这班级获得的这个地位让给你，就让你吃个现成的呢？那是这是缺乏本能的想法。你看啊，就是你怎么降低对方的防御呢？就是你得降低你的企图和需求啊。对方的防卫自然就下去了，这就相互的持续，你得慢慢来，别一开始的就把人吓跑是吧？就是人别求，别外求，说句实话你真不外求就内求，你对别人就淡淡的，自然而然别人就会发现你的价值啊。需求感的本质，你过度强烈的本质就是想索取对方的价值，对吧？人可是对方的，他就会本能的产生防御心理，不能因为一句你说真心诚意就忽略掉你强烈的目的性。那确实你看我之前遇到那个朝鲜族啊，姓金的那个金大妈，那个老骚逼啊，他就是因为确实想迫不及待在这海岛找个工作，因为以前当老师的嘛是吧，我想教中文总不该不成问题吧啊，他妈我一个当过大学老师，他妈我有工作证明是吧，我这什么证明什么证书我都给你拿得出来，这个他妈我当你个老师还不，你这给我出个价码，就是你能出得起车费就出，你出不起你就直接告诉我就行了，不他还要整你一下。所以说呢，缺姐呢就是因为这个太急切了，因为很久没有好好没有工作了啊，很久就在家里一直做家庭妇女，因为太急切啊，所以呢当缺姐的表现的就比较执着的时候，哎，这个老骚逼啊，他是在社会底层，他是干餐馆的啊，他就跟你不在一个频道了啊。你在他眼里就是因为他干餐馆干餐饮哈，他跟社会这下九流打交道，他没有跟缺姐这种知识分子打过交道。啊，这老骚逼的眼里，那他缺姐就成为一个低价值的人了。这缺姐在反省自己啊，他不是说他完全不愿意接受缺姐，他只是下意识他在排斥缺姐。你看缺姐那就是又认识，就是通过就是那个葱花认识那个律师啊，那律师呢其实缺姐就想，那你既然就是对我表现诚意，那我就请你吃个饭吧，说你这没什么吧是吧，请你吃个饭这有什么呀，哎呦他立马就觉得你好像对他有多少需求似的，真没有。说句实话这个律师给缺姐的印象真的不好，因为什么呢，
我请你吃饭早就说好了，你就到点到，你不用他妈你在那个拿架子还要迟到十几二十分钟，这给缺姐影响非常之差。就是我说几点钟，大家都商量了几点钟，你就按点到就行了，你就在你的办公室里等等一下，你就该上班上班，还故意要迟到啊，还要拿架子。看中国人的这个思维，缺姐不能理解，缺姐已经很多年没跟中国人打过交道了。他还要这个装逼，还要摆谱，说这他妈有什么装逼，有什么谱可摆的呢？所以说，缺姐觉得跟他们没办法同频共振，啊，就只有同频才能共振，你才能吸引，才能觉得安全，是吧？所以说，缺姐在想啊，就是说，跟任何人都是这样的关系，都得是学会，吸取了经验教训，不，缺姐没有全部怪这些中国的华人啊。这老骚逼还有那个傻逼傻屌，没有全关，是主要是缺解，自己对别人的认知不够全面，缺解自己有问题。哎，所以说呢，我们身心基于安全的考虑做出的选择呢，跟爱不爱、相信不相信无关，更跟品质无关。就是说你得学会什么呢？就是得学会点这种道家的，就是既来之则安之，顺其自然，淡淡的。啊，就包括就如果说那听缺姐广播的什么，在这种什么这个还要在择偶市场滚一滚蛋啊，就是你们要择偶要找男的是吧？你像男的这种单细胞生物，大多数想法没那么复杂啊，就因为你的喜欢、你的纠缠上升到爱不爱、你的人格之类啊。这种意识形态的高度，他们就觉得你烦而已，不用施加压力，啥事儿没有，就是说句实话，无论男女，在感情里都是讲体验的，体验不好了就会想到离远一点，是吧？就虽然说呢，很多女的呢，就是听求广播这些年轻女的，因为你还年轻呢，是吧？你还没有就是解决好自己的原生，就是你童年带给你的模式，你跟这世界相处的模式，你还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你还没有完成你的人生课题的时候，你会在两性关系的反复的冲突被调教，那是因为你觉得你可以自己因此会变得更好，但这种关系是不会持久的，跟你们讲，就包括那黄野鸡也是，他就喜欢被虐，男人虐待，被男人凌辱，被男人羞辱，被男人玩弄，被男人利用，被男人戏耍，被男人嘲笑，他就喜欢这种感觉，他就受虐，有受虐狂，他有受虐倾向，他就喜欢这个。但是这缺姐想说什么呢？作为这么一个年已半百的这么一个大妈来说，但是缺姐长得真不像个大妈。这是缺姐现在不健身了吗？我一下子又回到以前三十几岁的那个样子了。缺姐就年轻的时候也没有说特别的什么萝莉那样子，你们看着吧，只要是年轻萝莉的，基本上她老得非常快，到了中年她就直线断崖式衰老。年轻时她看起来就比较成熟的，比较这种大气的，她反倒她是抗老。你看啊，缺姐尽管说长得年轻，但不是说我的思想，毕竟活了五十岁了，是吧？确实以过来人来说，就是只要你是受虐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不可能健康的，甚至是不可能持久的。假如这个实际结果不是优化，而是让一方持续的自我损耗，就是那个人哪怕他那个是占了便宜，那个人他只要足够清醒了，他也会断然离开这个关系。包括华尔街那个结婚证上的那个叫什么，那炮友结婚证，她其实她跟她老公不是婚姻关系，只是炮友关系，睡了几年的炮友而已。还有呢，就是男，为什么说中国的这些老骚逼老贱逼们那么贵屌甜屌可屌，反倒让男人看不起？因为这些老骚逼老贱逼们暴露了他们对男人的需求感，对男性价值的需求感，就是这目的性特别强。第一呢，就是控制需求感，不是不能表达感情，而是不能目的性太强。你可以表示欣赏、赞美、喜欢，接受了多少会开心啊。你是在给对方提供情绪价值，对吧？但是你要表达占有啊，情绪化，我非要跟你在一起不可。这是确切跟这种还在两性关系里还没搞定两性关系，你还没结了婚的或者说你婚姻关系不稳定的
就是你其实你就是在给对方施加压力嘛，是吧？对方的感受就是很差，啊，就挽回，你想挽回什么什么的，或者想增进，你一定要建立在双方双赢的基础上，就我们俩都觉得占便宜啊，啊，为什么确切跟老公，啊，就是有很多不合适啊，确切很多地方看不上的，但能够仍然能够把婚姻持续这么多年，啊，确切没有跟别人暴露说自己结婚很久。就是因为我们俩都觉得自己占便宜了，都没觉得自己吃亏，就这么简单。啊，你为什么缺姐就是怎么都不搞破鞋呢？就是没有一个足够让你觉得缺姐觉得比我目前这个婚姻关系更有利的这么一个男的出现。如果说这个男的他能让缺姐觉得更安全、更稳定，啊，利益更大，缺姐有没有可能搞破鞋呢？那还真说不定。缺姐从来不是一个贞洁烈妇，缺姐从来就是衡量弊利弊的这么一个，啊，这个非常现实主义的这么一个女人。我从来没有说给自己背个贞洁牌坊，就为什么缺姐瞧不起黄野鸡呢？他问你搞破鞋有用吗？你搞破鞋能获利吗？获不了利，你为什么干这种蠢事？他看不到，他认为他能获利，他那逼价值大，那个逼价高，他都不知道他那逼价还低成贱成什么样。啊，真他妈可笑！说起说，缺姐经常设想说，如果说，啊，在这特别极端的环境啊，就是我要是被挟持了，说你必须得是拿逼来换啊，啊，必须得是跟这个什么有权力的、掌握这权力人睡一觉啊，只要别让我太恶心了，你说我愿意不愿意说就此脱身呢？啊，我愿意不愿意就现身的，或者说我愿意，啊，就是缺姐给设想啊。确切从来不是贞洁烈妇，他说这事对我来说利益更大啊，能让我更安全，能够让我得到自由啊。如果说你让我啊能够得到自由，让我用逼来换，我愿意，就这么简单。又不是说确切又不是未结婚的啊，这是什么处女是吧？我这么一个年已半百的已婚多年的老大妈，他把我用逼来换，这是划算的。如果说是跟确切睡的这是个年轻小帅哥，那我仍然是占便宜的，对吧？所以呢，就是你们得想什么呢？任何一个关系有什么呢？就是无论就是对方，就是如果说你没有让对方觉得跟你在一起是获利的，他怎么都不会同意这吃亏的买卖的啊。就是所以说，很多女人呢，就是黄野鸡啊在内的一些女人，她就会采取无赖的手段。不是，那对方他的体验更差，唯恐就避之不及，是吧？说只有说你自己满足了第二性，就是你自己有更高的价值，你得经营你自己。包括现在这个，金发蓝眼小帅哥，他疯狂的就可以说他是痴迷，他这就迷恋缺姐，他就发现缺姐挺傲的，长得还行，就在他眼里，他可能就是，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缺姐？感觉到他有对缺姐这种身体上的性的吸引，他有强烈的这种他不能抗拒的本能，他在抗拒，他又抗拒，缺姐又觉得他就是生理喜欢你，他第一眼他就生理想喜欢你，第二眼他心理上他要开始慢慢喜欢你，就是缺姐肯定一定是给他，缺姐还发现这个小帅哥他内核是不稳的，他的这种的他是焦虑型的一个人，可能遇到缺姐这种回避型的，就内核比较稳的，我毕竟是婚姻这么多年这么稳定是吧，我早年再苦难，我再怎么焦虑型，现在我也变成了一个非常稳定内核的这么一个，又长得又也不是什么童颜萝莉，但是至少是30岁的这种在他眼里是已婚少妇，这种成熟少妇这种稳定内核就吸引他，就他觉得他跟你进行人格互补了。其实说句实话，人找人就是他一定有吸引我的东西，他人格上他能够让我沉下心来。那你怎么样才能够就是而且因为这个别人对自己的喜欢，确实对自己要求更高，说那我谢谢你对我的青睐，那我会让自己变得我更加的爱我自己，我会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努力，我要努力的健身，我要努力的学习，让自己变得更加有价值。因为你对我的喜欢说啊，终于有人喜欢，有人认可我，有人接纳我，有人看见我了。
这就是又补偿了缺姐早年不被人看见，被人忽略，被人无视，被那个渣爹无视，你甚至你都不要出现在他的视线范围内，他看一眼他就要把你赶走。这个渣爹他有了他自己的田房给他下了屌子，他要跟他的小屌子过甜蜜的二人世界，只要你出现他们父子两个的视线范围内，他们两个就合伙要把你赶走。那缺姐我内心就缺了一个，终于有人看见我了，终于有人欣赏我了，终于有人喜欢我了，而这种喜欢纯粹是生理上的，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喜欢，说明我还就有这样高的价值，那我为什么不好好珍惜别人对自己的喜欢呢？是吧？但是我确切知道我不会跟他做任何事，你让我说什么两个人只是开个房打个炮，这是不可能的事儿。确切甚至主动把这小帅哥的手机屏蔽了，你就是只要下了课堂啊，你想私下里联系我你联系不到，你联系不了我，这就是缺姐对自己的要求，你心里喜欢我喜欢就喜欢就行了啊。然后我就尽量的跟你这是用朋友用同学的关系啊，把你引在健康的，你不要天天看着我，你这脑子里充满了性的幻想啊，你也稍微的欣赏一下我的灵魂，对吧？然后你就天天你就灵魂你就开始就陷入你的单相思，那也挺好啊，这种感觉也挺好，你就把你自己的这种。慢慢他也知道确切肯定是已婚的是吧，也不可能跟他干什么，那你就欣赏我作为一个有性格有魅力有价值的一个高价值女人，就欣赏我就行了，那我们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同学关系，对不对？就是确切正在吸取嘛，早年间被异性纠缠啊，确切没能力把这些异性往健康正常正确的路上去引，因为去那时候能量不够，现在能量够了是吧，而且呢这小帅哥他不让我恶心啊，就当年纠缠缺姐的真的是都是癞蛤蟆，极丑极丑，缺姐专门是被这些极丑极土素质极低的癞蛤蟆纠缠，因为缺姐那时候就看起来就是个弱逼啊，身上就散发着弱者的这种气质，就好欺负，现在你看缺姐好欺负吗？他们打男人啊，打得很凶狠，就真的如果是男人冷不丁的，其实确切可以把男人撂倒的啊。因为我一直在学这些搏击技巧啊，就是为什么你当你自己身弱的时候，当你原生家庭非常差，你介绍剧本非常差，你特别无助的一个小孩小女孩的时候，你就是容易被人欺负，别人就是盯着你啊。所以说呢，确切就不断的训练自己，让自己变强大，变强悍。这散发着不好惹的气场，男的自然他就不敢找你下手，他会躲了你。所以呢，我们学会不要让自己成为需求的奴隶。你说缺姐就是有天天有这么一个金发小帅哥，天天连撩拨缺姐，说缺姐有没有性幻想也想过，但是我不能这么做啊。我就是不能自己真的啊，就一想天天把自己的假设变成行动，我想想就行了，这就是人的克制心理嘛。你不能因为你的欲望，你成为你欲望的奴隶，对吧？你说我缺姐结婚十几二十年了，啊，就二十年的这种漫长的婚姻，你说就这么同样一个老公，他一天天变得衰老和肥胖，你说我操他有性欲吗？真没性欲，我谁都不想操谁。早就他们操吐了，真的，互相都操吐了，谁都对谁，这就已经变成了就是两个人像兄妹关系了。这是说实话，只要是你有漫长婚姻的这个经验，你肯定知道缺姐在说什么，没有就不算了，是吧？你看啊，就是你不要让你沦为需求的奴隶，你看啊，就是。只要你这货真材实料啊，性价比真的高，这些卖家真的是爱买不买，就是高冷啊。因为他知道他的商品他就是有竞争力，他就有这样的底气。所以说呢，你真的是提升自己，却得一直反复的在跟说，所有的原生家庭不好，自己价值不高，心理能量很弱，而很弱逼，散发弱逼的气质的这些所有的女网友们在说，除了让自己变强，没有任何道路。
没有任何道路能让你翻盘啊！你真的是，你看，因为缺姐，我想，那这小帅哥喜欢缺姐，那缺姐就对自己要求更加严格，我就要把西语学得更好啊，我要把这个身材练得更好啊，把这个自己的这种啊这种多余的精力啊发泄在这个健身上啊，这样我就不用去干坏事嘛，干这个干这些让自己有害处的事嘛，对吧？哎，你变优秀了，你方方面面提升自己了。嗯，你如果是真的很优秀，你在你可是你还是对对方有需求，那你在对方心目中的价值就会掉价。为什么说不要女追男呢？嗯，就是你一定要提升自己，你确切就知道啊，有小帅哥喜欢我，他不管是生理上喜欢，他心理上他也开始喜欢你，他欣赏你。哎，他越喜欢你，我越对自己严格要求，对吧？就是所以说呢，控制你的需求感，你对男人的需求感，不是你不能对男人有需求啊。这个欲望本身，包括利比多，包括你的性欲本身啊，你想操逼啊，你的逼想被鸡巴插，这种性欲，这也是你行为的原动力嘛，对吧？但是你不要真的去做这件事儿。确切为什么看不起黄雅琪？他妈你是大街上的母狗吗？到了发情期你就掰开你的逼随便让人操吗？啊，你想想就行行了呗，但脑子幻想就过那个瘾就行了呗，是吧？你为什么要落实到行动上呢？而是你要懂得延迟满足。你看确切不设想了，说如果这小帅哥阴差阳错就机缘巧合过了十几二十年，他也变成熟了，变老了啊，他然后他就在女人堆里了滚了多少圈啊，他也开始有钱了啊，然后确切老公因为什么什么原因，或者说啊出了什么问题啊，就或者说走得比较早，一个不小心出个什么意外，如果说我们还有机会相遇，那我们还有机会有缘的再相见嘛，对吧？没缘分就算了呗，这一万次就是你基本上只有万分之一的机会，你还能跟他以后啊能够再相遇，基本上就没机会嘛。那就你就想着延迟满足嘛，哪怕这小帅哥我也喜欢，我内心里也喜欢，我感觉到他对我的那种啊，确切其实我是受不了别人对自己的喜欢的，因为没人喜欢过我，我内心里缺的就是这种童年。你被你的亲爹当成垃圾一样的无情的抛弃的那种啊，所以说别人对缺姐的喜欢，只要你不太差，缺姐真的无法拒绝。为什么缺姐总会被朋友啊伤害呢？只要朋友对缺姐有需求，缺姐都尽量的满足，就是因为你看到了我，你需要我，你不像我死爹那样不需要我。这是为什么说缺姐一直被朋友占便宜，缺姐一直吃亏，就是因为这个。但是呢，缺姐必须得懂得延迟满足，你不要成为你的欲望的不管是性欲啊，你逼养啊，你的需求的奴隶，包括你交朋友也是。缺姐交同性朋友，我真不是逼养是吧？我他妈又不同性恋，我又不用你他妈拿假阳去捅我的逼。我不需要这个，我只是希望交个朋友，同性朋友，但是确切暴露自己的需求感，确切在检讨自己，说你不要成为需求的奴隶，你才是你的主体，而且你要记住，就是做朋友关系，就普通的朋友关系，同性的朋友关系，你出于情绪做的选择，99%都是错的。你看，包括缺姐跟这个菲律宾的这个女同学跟她就是分开啊。其实缺姐也想过，很早就在做铺垫，因为我觉得你对我学习是没有帮助的。我是做过很多理智的衡量，我希望她转到更高级的班。你不是觉得你西语好吗？你分数考得高吗？那你就转班不就行了吗？他妈你非要在这班赖着干嘛呢？哎，他让你去转到差班，那确切让他转到好班，你说我还跟你做个屁朋友啊？啊，这你他妈你又戏没好到哪儿去啊？就在确切，在大多数人眼里看来，同学看来都觉得他戏很烂啊，他只是单词量懂得多，
懂得多，你这老师给你打的过高的、不切实际的高分，那是非常荒谬的。不代表你西语真有那么好，你表达不出来，你不会表达，你说的话人听不见、听不懂，啊，听不到，那叫好个屁呀，是吧？所以说呢，从理论上来说呀，就是咱们再说啊，就是我这这说回来，嗯，就是尽管说呢，这个挽回什么一段关系，不管是有缘关系啊，什么性缘关系啊，需要你主动，但是理论上来说呢，就需求感越低的一方，他越能在感情上处于高位。然后呢，就哪怕你跟这个人分开，也不代表对方对你没有任何需求，只是对你没有信心。那雀姐跟Liam就分开就分开了，对雀姐来说就已经翻篇了，嗯，他就永远的坐在他跟他那位置上就行了，我也不会召回他了，因为对我是没有用的。你看芬兰老太太跟雀姐现在做的这个小组练习，每次都是质量非常高的，因为。我们雀姐从来没有对芬兰老太太暴露过自己的历史，说我以前也是当过大学老师的，那个时候你暴露的越少越好嘛。那个包括雀姐给这个芬兰老太太抢位子占位子啊，把这个金发小帅哥赶走，我都没告诉他是谁来抢你的位子，就是让对方掌握的信息越少越好。所以呢，就是对方如果发现你能够满足对方的需要，嗯，甚至超过了他们对你的期待，你看芬兰老太太为什么愿意跟雀姐继续搭伴？她尽管她觉得雀姐是个冷酷的、冷血的、不近人情的，这种很就很冷酷、很没人情味的这么一个女同学，嗯，但是她为什么仍然愿意跟雀姐搭子呢？因为雀姐确实是，嗯，跟他完成的这种小组练习质量特别高，雀姐的素质达到了，雀姐能力达到了，所以他跟雀姐就是做搭档，他不吃亏，他占便宜，他跟另外一个，就是那个乌克兰难民做护士的，现在学旅游，他没有这样的认知，他没有这么多的信息，跟他做的小组作业就很平庸，所以芬兰老太太她愿意跟雀姐交朋友。你看我现在跟交朋友，我也不会像以前什么舔狗一样啊，尽管说我对你毕恭毕敬，但我私下里从来不联系你。芬兰老太太也知道，你看啊，私下里雀姐从来不跟他就是要见面呀，要喝咖啡呀，要爬山的，我从来不跟他私联这个，顶多说一点信息是吧，那个在 WhatsApp 上聊几句话，其他就没有了。而且芬兰老太太她觉得雀姐肯定以前的历史是挺辉煌的，肯定不是她认知里的，这种经历很差的，就是能力很低的女人，她隐约感觉到你的这个经历肯定很差很棒，但是呢雀姐什么都不说，她问她套话她也套不出来，她几次就要套话，我像起码我对你这个什么什么家庭关系呀、什么两性关系呀、什么这个亲子关系、血缘关系，你不要跟我聊这些话题，我对这些都不感兴趣。你跟我聊些这些什么政治啊、时事政治啊，这些是雀姐感兴趣的。你看这个芬兰的太太，她就很懂，很懂，发现雀姐的关注点不是像所有的女人那样啊。天天聊些什么亲亲爱爱啊，他就很，他应该感觉到雀姐是有军方背景的，就是肯定是成长一个军事啊这个环境里，嗯，他应该感觉到你肯定是跟军队有关系，或军方有关系。那雀姐生在兵工厂，他就是接受的军事化的教育，军事化的管理。然后他就你看我们小组作业啊，他说了一个物品，他就有意的贴近雀姐说瑞士军刀，那雀姐把这作业完善的特别好，因为是我熟悉的东西，是吧？你跟着什么军方的、什么军队的、什么武器类的，我都很熟嘛，对吧？你要跟我聊一些什么情情爱爱，什么又是生孩子啊，什么又是下崽子有教育。
这些我都不熟啊，我不懂啊，你跟我聊那个有什么用啊？所以呢，就确切想说什么呢，就是你所有的你需求感特别强的人，在理性的人的眼里看来，你就是一个麻烦的，是个麻烦。而理性的人是最怕别人给自己添麻烦，自己不喜欢麻烦别人，也不希望别人麻烦自己，所以说呢，就是你不管是找朋友，找普通的同性朋友，还是找什么择偶关系，就你们就记住吧。一般来说呢，焦虑型是容易迷恋上回避型的。你包括雀姐跟老公的这个组合并不是很完美的组合，因为雀姐是属于这种在焦虑的，就是还以前还属于焦虑型，遇到雀姐这种回避型，雀姐老公这回避型觉得安全。其实我们俩并不是一个真正很完美的一个搭档组合，应该是两个人都修炼成就是强大内核，既不焦虑也不回避，像雀姐现在这状态。但是雀姐老公他没有进步，他还在原地踏步，他仍然是个回避型。所以雀姐对老公可有可无，说句实话，就是从精神含内涵上，就是你对我来说没什么用，你跟我离婚也行，不跟我离婚也行，这么过下去也行，离婚我立马我就能跟你离婚的这种，我不在乎你，因为我精神上不需要你，我现在能够，我是本自具足，我自己完全能够自给自足，我在精神上我跟现在已经修炼成了，我就完全就是自体供养自己了。所以呢，就是你呢一定要修炼好自己，修炼好自己，就尤其是你原生就有缺陷的，你一出生你的这种早期经历非常有缺陷的，你修炼自己没有，否则你就会被这世界吃得一干二净，你遇到什么关系都是差的。学会控制自己，你看曲姐也在控制自己有很多很多的诱惑出现的时候，有人要跟雀姐交朋友的时候，包括同性朋友，雀姐也会筛选。我一看你这样，我就控制自己，我就是不要搭理你。所以说呢，你得从你的自控差变成一个什么呢，进退有度，有度，不违背不抗，你自己能够自足自给自足。就是这个事情是很难，就是从自控力差变成很有控制力，这是很难，但是你必须，不代表你不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代表没人做得到。然后呢，这需求感呢是和亲密，在确切想说这需求感和亲密是挂钩的，控制需求本身就是成长的必经之路。如果你成长的过程中你释放着你的需求感，恰好有人不断的满足你，那你就会很容易被毁掉。如果是对方不满足你，一旦对方以前满足你，就什么时候开始会满足你，他突然就跟断崖似的不满足你，釜底抽薪的呢，就自恋型人格障碍，他就善于干这个，开始会源源不断的满足你，然后突然釜底抽薪，他不满足你，那你就会崩溃，你感觉世界要崩塌了。说你怎么控制这个度呢？方法就是，你对人的需求感，你不要太想和别人亲密，和人保持距离最好。你需求感越强，越代表你想和这个人亲近，是吧？但是挽回对方呢，你需要的是对方想和你亲近，对吧？对人呢，就是不冷不热，保持一个几分，如果说需求感0到9级啊，一般来说呢，你能保持个3-2分，就行了。但是呢，你的需求感你千万别达到9。还有呢，就是你得建立一个理性沟通的这个渠道。你包括人家这个金发小帅哥，他对雀姐需求感暴露的太强烈，开始的时候雀姐吓一跳，你想我这年已半百的大妈，他妈你对我有这样的性欲泛滥的情欲，那可不就吓一跳是吧？全班同学全老师都知道，老师的就啊，你看
老师也很惊讶雀姐现在能保持这个年轻的那个样子，但是呢他没想到有小帅哥这种20-30岁，大约他不到30岁，雀姐没问，因为什么，你问他就代表你想和他亲近，雀姐不想和他亲近，其实从来不问他啊。雀姐那天就故意告诉他，说给他，不是说给他一个人听，也说给夫人老太太听，我说你不要这跟我太亲近，我和你的关系没亲近到说你可以问我年龄的这个地步。其实雀姐在说给芬兰老太太听，芬兰老太太懂德语吗？芬兰老太太总想刺探雀姐啊，抛出什么话题，她用关系来衡量，说问一会儿问你有孩子吗，一会儿有结婚有老公吗，一会儿又问你有这个什么孙子外孙女吗。他妈，我对这都不感兴趣，你有什么对我来说都没用，你说你有几段婚姻，你跟几个男人睡过啊，你看这辈子是离婚结婚，多早结婚多早有孩子，对我来说那都是你的私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也不在乎你20岁就有孩子生孩子，那在雀姐看来就是傻逼嘛。这是雀姐真实想法，20岁他妈你就有性缘关系，这不他妈傻逼吗？当然在他那年代了，可能说呢这早早的有性缘关系代表了女人的一种成功，对雀姐来说就这就是傻逼。20岁你就有性缘关系，可不就傻逼啊？这20岁你就生孩子，这不就傻？因为你什么都没完成，你的人生课题没完成，你就又给自己增加了新的人生课题，然后你这辈子就不断的补窟窿。芬兰老太太她肯定知道，就是我能够攒下钱，我能让自己50岁就财务自由，是因为我没有消耗过自己的财务啊。我可以说大方面上我没有消耗过，所以说我能提前的，因为我提前的财务自由了，所以我能有现在这种自娱自乐就本自具足这种强大的内核自信，因为我财务自由了财务自由我就已经解决自己人生最大的问题了，对不对？所以说我对任何关系都无所谓，我也不需要靠人靠什么关系来找钱了，对吧？钱他妈老娘不缺，老娘就经营自己所以呢任何关系你都不要挽回所以你对任何人都无所谓爱来来爱走走爱滚滚就是玩他妈蛋去包括呢就是因这个跟这个同学这个男同学他喜欢，他心理上他开始喜欢你就感觉他心里喜欢，他不全是生理上生理上他难以克制的他那种就是那种迷醉的，他迷恋的那种狂热症慢慢的他开始理智上他喜欢你了雀姐知道，但是雀姐呢不能一味的拒绝他，否则那同学关系搞的那个张力特别大，因为什么呢，就是你们他本来是有两性吸引的这么一对男女如果说呢越离得越远那吸引力越大，他天天看着雀姐，分析着雀姐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每个表情每一句话，时时刻刻的关注着雀姐，对雀姐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精神困扰雀姐只能说我要消除我们之间的这种神秘感，我要稍微拉一下你，把你拉成正常同学的正常沟通正常交流的这个关系上，所以雀姐还拉他一下这样的话他就不再有那种强烈的性的吸引了这就是普通的同学关系比较好，对雀姐来说比较安全，哪怕是以后是怎么怎么着，那是10-20年之后了，那雀姐就是一个长期主义者，我从来没有说我就现在打下一个良好的同学关系基础，为了以后如果说哪天老公死得早突然出了什么意外是吧，或者他突然得了什么家族遗传的疾病突然死了，那我成为寡妇了，那我不就有备胎了吗，对不对？但是在这个老公就是说跟雀姐没有结束这段婚姻关系之前，雀姐是不可能搞破鞋的，这是雀姐理智告诉雀姐所以呢
缺姐没有撩他啊，真没有撩他。你哪怕你是在两性关系啊，你要符合你跟你的什么所谓的这个同性的朋友，或者是这个男女的朋友复合，或者说你已离婚了啊，什么什么复合，就是你得让对方，你得发现对方对你还有需求，你才能有可能复合，对吧？你挽回的方向这个才是对的。如果对方对你没需求了啊，那你就不要再去挽回了。所以呢，你得控制你自己啊，控制你自己。就复合呢，也不在于形式，而在于你能不能发现对方对你的需求感，对吧？你包括就做朋友关系也是啊，你对我有需求是吧？包括确确对这个金发小帅哥啊，他本来很生气，缺姐不让他坐缺姐旁边的位置，啊，坐离缺姐那么近，他本来是很不满意的，但是缺姐现在拉回他一下，就问问你，看你有没有需求，你愿意不愿意跟我们坐一块呢？愿意你就来坐，不愿意那就拉倒呗，是吧？这是这种宽松的关系就比较好啊，就这样慢慢就回到正常的朋友关系啊，不正常的同学关系。下了课他也愿意主动啊，跟缺姐来聊一聊那么几句，问问缺姐去哪儿啊，我说我去他这个拳击营去打拳击了，打拳击了啊，他主动告诉缺姐，哎，我去吃饭什么什么的，这样就比较好嘛，对吧？做朋友关系做同友关系都这样，我只是看别人对缺姐有需求我才会搭理你，你对我没需求我也不会上赶着找你，对吧？啊，就是硬贴上去没意思啊，真没意思。缺姐对那个菲律宾的女同学现在也明白，她就是一个回避型的人，而且她是一个什么呢？对自己缺少点自知之明的。说你明明西语就很烂啊，不要因为我夸你几句，你就真觉得自己西语多好。啊，这种人呢，就是一个对自己没少点逼数的人啊。他然后他真的飘飘然，真的觉得你西语很烂，你很需要他。那缺姐我想啊，就是跟着菲律宾女同学，就是因为缺姐啊听力不好，用她来翻译的时候，哎呦我才觉得自己可牛逼了。因为她懂点英语嘛，是吧？用英语翻译，这缺姐对她依赖性，缺姐在检讨自己为什么会跟她的关系失败，就是因为我需要了她。缺姐想，那说明我自己不好，我一定让自己听力变好，我不再需要任何人，这样我就不会被任何人拿捏，就这么一个他妈的烂成那逼样了，他居然还跟我这儿啊这装逼呢，我操！老娘谁都不要，老娘什么都不需要，老娘自己更靠自己。这就是你分析任何一段关系的失败，都无非是，这都是这样，要不就是你暴露你的需求感，然后对方哄抬了逼价，哄抬了屌价。啊，所以说呢，你所有的需求让你自己来解决你自己的需求问题，你不要求任何人，求任何人都可以拿捏。这缺姐终于明白了。